大家好，我是醉影，今天进入我们的拳皇98原版的一个实况解说。这一场是森师弟对阵西明，这两位玩家技术可谓是数一数二。哎，重爪一能没有接住，哎，神了继续向前进攻跳特地，但是还是被对手的升龙给确认到。哎，来看巴掌跳半空，连续的压制之下，看神了能否撑住跳地神了。哎，神了主刺对手地波，这是见招拆招啊。但是巴神继续进行压制，小青手没有接上葵花，百合折对手也没有上当，下边两点青手没有接上，哎，一个必杀直接裸了过去。来看主刺压制，因为这个版本裸杀是不犯规的，所以说没有问题。重抓一挠升龙走起来，八神被压得只剩一点血，哎呀，还想出地波，这么近的距离出地波是真的不行啊。下面来到了第二局，第二局看三师弟的大门出场。哎，神了主刺直接压了过去，主刺再次光压大门跳地先打东中段投机被拆无拉刺，哎，也偷到一个下盘也被。来看神了继续发的狂攻，一个柱子进行虚晃，哎，看大门还是有点急不可耐。我们来看他到底能不能突破对手的防线。现在神了成功爆气，哎，柱子狂压轻手再摸滑步继续进攻，还剩一点血，哎，柱子继续压制到半边之后，来看大门再能否再次突破。哎呀，不行了，还是被神了给直接拿下。下面只能来靠克里斯进行收尾了，看克里斯能否成功的收尾。哎，跳地升龙重腿逆向再次跳重腿，但是还是被对手闪过。哎，克里斯再次发动狂攻，哎，神乐轻脚点杀，双方再次进行游斗，重腿还是被刚。神乐前和继续发动狂攻，柱子两段压到半边，哎，跳地攻连招再接柱子，下半轻腿对手还不上当。嗯，升龙再怼一下，又一个必杀，这一次还真打到了。大家请点一下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